嗨，弟弟要准备吃饭，我们先坐下吧。好，自己今天坐这椅子哦，可以吗？这里。三二一，哎，小试试看，你坐得下去吗，娇娇？哎，这，哎，我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，要用这个。好，来。一下。一下。哎，你。弟弟，你的 apron， 你不要，不要吃 apron 啊！走走走。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要怎样？留下。这样下去哦，太小了。这边太小，这个太大了，不行。有有。要放在下面了。嗯。这样。不行，这样弟弟过去，来吃啊，这样子，太大了，妈咪，弟弟今天要第一次吃饭了，可以吗？你跟他说いただきます，你教他说，你要教他说，要怎样用呢？这样子いただきます啊。这个是弟弟的饭，第一次吃的哦。好，弟弟今天五个月了。然后吐在哪里？过来，弟弟的过来，弟弟。吃吃饭饭看看。欢迎大家。嗯，弟弟来试试看，弟弟，弟弟这边，弟弟。嘟嘟嘟嘟嘟。啊，要吃吗？来，还一点点哦，还一点点，一点点哦，弟弟。试试看吧。你要不要吃？不洗手，不洗手就在外面了。不洗手在外面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，哎，看你看。不吃了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，我们晚上再试试看哦，加油！晚上他们学校有一天只干。好，明天再试试，我想错了，明天再试试看哦，一天一次，五个月第一天一天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把小毛也吃饭的贴在最后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嗯。来说拜拜。拜拜，爸爸。小猫，你五个月了。
你今天要吃饭，小猫已经要开始吃饭了。面倒くさすぎてやばい。おっしゃ。びっくりしたな。目の前にカメラ。びっくりやな、シャーマーくん。小猫你要吃饭的，您坐好了，您坐在桌子上准备吃饭。小猫哥你要吃饭了，小猫哥你看你的第一口饭。不好吃吗？加油！加油！舐めてるけどな。嗯。おっぱいの食べ方。吸ってんねん。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してる。おいしい。めっちゃ笑ってる。かわいい。で、ご飯でめちゃめちゃや。どう？食べ方ちゃうけど。めっちゃ食べてる。全然めっちゃ食べそう。吃吗？まだまだ食べれそうやな。どう？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みんなに食べれたね。食べてんか。有事耶，没有吞下去。粘到鼻子上了。もういらん。もういらんって言ったらこんな景色あげたらあかんけど。おいしかった。おいしかった。小猫，你第一餐只吃了一汤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かわいい。かわいい。残り目が食べるんこれ。